呢？完全没有。分钓鱼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频道。今天老爹带我跟玫瑰姐出去玩去。现在哈尔滨天气特别凉爽，基本就是22到23、24度左右，特别适合出去旅游玩。Go go go！ 需要接受相应的检查。老多水，渣不溜秋的这。瞅着这边都，这边是道不好走。来喽，来到这个有水的地方，它这块就是圈起来了，可能里边水太深了。可以玩沙子，小孩特别多。哎、下去呗，我爸脱了光脚丫子。啊？我给你照，完你再穿呗。因为你正好穿的凉鞋。好。哇哦！好酷哦！哎呀，这好玩啊！太带劲了！哇！这我上去卡死，啊，不行，直接就冲你了。哎妈，尿孩玩的真好。哪个呀？那个。嗯。妈，那一会儿出来身上不怕凉吗？一会儿就干了。耶耶耶！哇！哇哦！哎呀，太嗨了哈！你敢下去吗？好开心呢、啊！下去也没带个毛巾，带小鸭子。哎，你别把鞋整湿了，鞋放边上，光脚丫。给我打电话。光脚丫行。人家都小孩都有铲子，我没有铲子。啥铲子？铲子。他们也啥也没想带呀。我也没有铲子呀。拿你那小草莓那玩意儿玩的。吃面来弄的正记。老爹那个是细面，看你那个大盘块，要了点小菜，我这是宽面，这还是点肉啊，那是点肉啊，盘肉啊，这样自己做的啊。来姐，拿一个打包袋。行，行。哎，那碗西不张张的。好了。开始辣酱。
那是酱油和醋。你了，这并不多，是不是？大碗的。你吃点东西。你也不用。你说你昨天总在吃饭吧？他咋不认识你？晚上就在那吃，四五点钟没有弄，弄了就来吃面了。4点钟。完事好。你俩赶紧把那个把这个肉，你就把这个吃，行，吃肉，吃肉。我成九亿人了，踢一脚石头，一脚都没有。里边有那草，有那窝子。过来，过来，来个豆块。